你，太子，你好狠的心，竟然杀我灭口！ 把太子拿下！皇上，是父皇。皇上，这怎么会是这样？我的真儿啊！ 真儿啊！皇上，喝杯生茶压压惊吧。皇上，微臣救驾不力，让皇上受惊了，请皇上降罪。 请皇上降罪。都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太子一定是因为皇上暂缓新君继位，唯恐皇上改变心意，所以迫不及待做出此等逼宫谋逆之事。 臣请皇上即刻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皇上，千万不可呀，万万使不得。太子，他一定是……皇上，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 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正儿，正儿，你醒醒啊，正儿！正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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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儿。 正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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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另立储君。恳请皇上废除太子，侍儿绝对不可能做出弑父逼宫。 这栋大逆不道之事，一定是有奸人陷害，请皇上明察。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太子为人敦厚，此次事件断不是他所为。再说，宫中侍卫不属太子管辖，他又如何能掩护刺客潜入宫中？这诸多疑点尚待查明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三思啊！刺客亲口所言，难道还能有假？仅凭刺客所言，不足为信。 其人将死，其言也真，国舅难道就不懂吗？空口无凭，怎能服众？现在当务之急，应该追查刺客党羽，严刑拷问，查明真相。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何须再查？你再说，住口！沈公公，父皇后，先回宫。是。娘娘，不，皇上。 允儿是被冤枉的，皇上。娘娘，启禀皇上，太子屡次失德，如今更加胆大妄为，不废太子难以服众。督军，都住口！督将军，此事就交由你仔细彻查，先将太子押入大牢。嗯。 啊！
皇上！小师傅，正儿伤势如何？他的情况十分严重，伤口太接近心窝，小师傅也没有把握能否救醒他。倘若二师兄在就好了，他的医术更高明，应该有把握救醒真儿。岳父、岳母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真儿，害真儿受这么重的伤。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快起来，起来吧。所谓暗箭难防，真儿是为皇上挡这一箭才受的伤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小师父，请你无论如何，无论如何都要把真儿救回来。王爷，皇上龙体有恙，请王爷迅速回宫。娘娘，皇上已经歇息了。下去。是。皇上，